近日，由中国商务部与美国加州政府支持的中国州及中国省与美国加州经贸峰会系列活动在洛杉矶举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中国名创企业河北百年巧匠手工艺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汉天船舶产业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成立股份文化公司，并于好莱坞星光大道建设中国百年巧匠文化创意产品展销中心。汉天传媒集团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由单纯的媒体演变成了一个实体集团。我们除了有电视台以外，我们有现有的工程建设公司，我们也拥有一个正在建设中的酒店，还收购了一个体育大学，把它变成一个传媒大学，所以我们有能力也有实力推广国内的一些产品到美国来，同时把美国好的一些产品输出到中国去。此次签约合作使中国商务部与美国加州建立起两国地方层级经贸的合作渠道，是两国人民对彼此文化从理解到交流交易的自然结果，使中国文化创意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文化贸易交流，开拓海外市场和弘扬中华工匠精神，对增进中美民间文化交流，扩大互信互利具有积极的意义。有些 Media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